既然东莞艺术节一直以来拢是咱啊宜兰乡亲啊非常骄傲的一项暑假的活动，啊嘛是真济外县市民众啊伫等待热天的时阵要来宜兰佚佗一个真好的旅游。伫这几年，咱看到啊宜兰县政府林志庙县长就职了后，煞甲东莞艺术节办甲里里啦啦。奇奇怪怪，进前不但啊，把这个夜市啊的风格带入东莞艺术节，今年甚至加入这个草袍啊，甲比基尼的女郎。伫代志发生了后，当然县政府啊第一时间有马上做出回应。不过林志庙馆长昨昏煞伫伊的脸书顶头写讲伊震怒，我要请问伊，你是伫震怒啥？县民的感受是啥？宜兰县议会民进党团的感受是啥？规个行政团队是因为你林志庙无心来管理，还是规个螺丝拢亮起啊？你今仔日东莞艺术节是出租场地？还是你是主办单位，这个角色你要分得清楚嘞。一年，咱县政府送入来预算，编列六七千万开伫咱啊宜兰的东莞艺术节上。你煞讲啊，这是非盈利公益的活动，阮无法度管。一句安尼，就要把这六七千万白白甲开啊开吗？安尼敢对？我唔知你伫震怒啥啦吼。啊！你讲东莞艺术节不容侵犯，你嘛知影不容侵犯。你煞甲1996年尤锡坤咱个馆长所创办个东莞艺术节，用你无共款个风格要甲磨灭下界。你知影这是一个国际艺术即个协会所认定个咱亚洲第一个以儿童为主个。这个活动吗？你敢知影？你所甲这几个这个内容，不甲乱七八糟。我请县政府应该是爱正视这个问题，不是用文字上来震怒，来表达你们对于这个活动、对于主办单位的不认同。赶快切割，安尼唔是县政府的态度啦。我请县政府林志庙县长应该要像你这个外面的帆布一样。写着说要勇敢起飞，你也要勇敢的把这个问题承担起来。活动，包括比基尼美女、超跑、时间、地点、内容都有了，而且公告后续连结在同案官方的脸书啊。开始刚成功，说要去领导大厅表演什么物件，道具什么，内容什么，拢讲到清清楚楚，公告伫领导的公布栏。啊，你讲你唔知啊？这真的是匪夷所思啦、啊！真的是瞎眼，睁眼说瞎话。但是您现场所领导的同案团队。真的是输人了，我都失灵去了。伊讲要改革，还是有影无影？要糊弄我们，依然淳朴的乡亲百姓好不好？你应该先向同案精神来道歉，向宜兰县民来道歉。要创立啊，国际同案节，伊有讲。伊讲啊，一个政府啊，会当让囡仔快乐啊，才是好的政府啊。所以讲，东莞节啊，几十年来，我想不但咱宜兰县感觉真骄傲，伫全台湾、全世界拢来支持，大家拢来认同。啊，今仔日咱看到林志庙馆长啊，无心啊，得冠军，规工拢伫外口，伫上头领、上口罩啊。一个东莞节，你看，拄仔你讲，那。从毕竟你啦，还佫有超豪，伊甲尤锡坤馆长
即个方案的意义啊，完全拢无同款。所以讲，伊不管安那，伊伫连续来讲，伊安那政府，我想讲，伊应该爱甲国民啊来道歉，爱请有些个环境啊，迄款毫无太多，迄款毫无尊严，对囡仔会得快乐，现在是好有进步，对个。国际同源意识者啊，这是一个国际上啊渐渐被认定的一个阶级啦。咱所讲的儿童梦想，就是囡仔梦想。今日我唔知影咱的林芝庙馆长啊，用这个车队甲这比基尼啊，我想讲不伦不类啊，这个物件。伊讲唔知影，这个园区的场地是在办童玩节啊！你馆长竟然讲伊唔知影，啊！你这是什么？表示伊无想法，伊嘛对这个童国际童玩意识者啊，伊无清楚嘛，勇于改变，勇于起飞。我是感觉讲，伊对着国际童玩意识者啊。这个含义根本就唔白，无未去办到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啊！今日用这个车队也好，啊，这个比基尼也好，伊讲这伊呢算个诶创意，是你咧办活动的创意，你竟然唔知道有人来遐办？那照伊讲的这个逻辑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嘛会使去办夜市啊，啊嘛会使去卖物件。这个管理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的，馆长啊，较用心的国际童玩艺术节，这是伫国际上渐渐被认定的一个节目，啊，一个活动，啊，嘛是咱宜兰县上好的一个起点，唔通安尼啦，卖办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啦。精神不存在，推卸责任不应该。林芝庙应道歉，同万精神不存在，推卸责任不应该。林芝庙应道歉，同万精神不存在，推卸责任不应该。林芝庙应道歉。